直接長傳。巴塞隆拿嗱喺攔截對手方面咧都做得幾好嘅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達雲神山齊士好夠警覺性啊！安德魯羅拔神，好守得好好啊！艾巴，碧咸，個波而家喺美斯度。恩尼斯達，美斯傳去邊線，碧咸，碧咸跳起一頂，方向唔啱啊！搏曬命咁爭頂好嘢啊！咁啊呢個波咧，但係頂唔中。时候要揿掣换人噶啦，啊！而且两边一齐换波，踢埋上去，奥里亚界外球，美斯。拉比奧特傳去側翼，恩尼斯達，馬勒多納，拉比奧特，美斯。埋門嗰下啦！呢個波靚啊！呢隊波最唔中意就係俾人睇死啊！你睇下佢哋，哇，幾有鬥心！咁嘅情況，我相信得一個結果嘅啫。嗱，嚟到龍門口啲埋門咧，就應該係咁噶啦。最緊要冷靜，跟住咪搞掂。呢場波嘅形勢真係不停咁變緊啊！呢場強強對決，邊個會贏咧？哎，真係好難估啊！马菲斯迪力达挡住咗球波，马勒当拿个波甩咗出嚟，美斯，美斯喂脚直线，奥里亚，喂踢埋过去啦，埋巴呢度有机会解除危机先。美斯嘗試埋門，起腳食唔應啊！防守嗰邊鬆口氣啦。咁遠射埋去邊有威脅㗎？喂，射門呢啲嘢仲要質不重量喎。沙維向前傳出。喂，呢啲時候咧，有經驗嗰啲球員要負多啲責任啊嘛，唔可以就咁簡單就失咗個波嘅。達史特根踢翻個波出嚟，呢個直線靚啊，向住側翼，係界外球。
恩尼斯達一下橫傳，一腳踢走個波。沙維、巴塞隆達嘗試最後一擊，向右翼傳出。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呢個波追唔到啦！跳高一跳，頂多次埋去都係唔得。咁多餐屎埋門，斷估遲早都有個波可以入啦啩？可惜啊，唔係呢球。碧咸，夠鐘啦，夠鐘啦，就快，會唔會有估嚟唔到嘅結局咧？真係好波啦！奧里亞起跳啦，講得靚啊！法定時間結束，而家要踢加時啦。咁兩邊嘅教練咧都冇得怨人嘅，係佢哋自己隊波咧打唔出啲咩火花。球員唞一唞，準備踢多30分鐘啦，已經開咗波啦。奧里亞，奧里亞壓上前線，朗拿度、馬勒多納防線守得好啊，根本就冇機會。咦咦，斯朗拿度啊，攞到波咯！比斯，比斯整腳直線，哇，好跳得啊！臨門一腳就拍咗 Q。喂，係咪真係太緊張啦？頭先呢球波應該要入咗佢領先㗎啦。艾巴，艾巴試下轉方向啦。出界界外球啊！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。带到个波上前啊！而家可以点先？哇，佢都跑咗好远下咯。咦，解除危机啦！喂，射佢啦！一个长传就上前抢，华拉尼向前传出，艾巴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加时上半场时间到啦，睇下边队波咧可以俾多两次入紧啊！咁而家啲球员咧，大家都仲系睇得好落力嘅。呢15分鐘裏面會有啲咩發展呢？不過目前為止呢場波都算好睇啦嚇，但係仲有15分鐘，會點咧？吊高個波，望落就似有機會嘅，不過結果都係唔得。呢只雞就應該吹越位嘅。马迪
看到个波来到 C 朗拿到脚下，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跳到尽顶呢一个波，佢唔所谓啦。卢思素马菲斯迪力特的企位企得好啊，马勒当拿起脚，守门员表现好好啊，马勒当拿都要赞下呢个扑救啊，踢埋上去，个直线嚟啦！尼马查马迪，嗱呢场波睇嚟99个，仍然未分高下，嗱冇办法啦，十打嚟解决啦。对双方嚟讲咧，呢场波精神上、体力上咧消耗都好大噶啦，但系仲未知边队可以赢喎。而家就睇下边一边嘅心理质素比较好。哇，氣氛好緊張啊！第一球，搞掂！哇，睇得好啊！呢個波完全握到曬龍門啦！朗拿度好集中咁望住個目標，淡定有錢剩啊！1-1。而家場波都打得好緊張啊！不過佢哋果然咧能夠追成平手啦。負責第二輪的球員上前，龍門就撲錯邊啊！呢球波睇得鬼馬啦，龍門捉錯曬路啊！尼馬負責第二輪，踢得好啊！個龍捉錯路，靚波啊！呢球龍門完全捉錯路，到第三個啦噃。哇，睇得好清楚啊！靓波，龙门又做英雄啦！队长行埋嚟啦，入咗，握晒个笼啊！呢个波啊，信心爆棚啊！落后一球啦，又救到啦！是不是做足功課呢？龍門之前完全知道對手怎樣射的，入不入到呢？入了，一入完場波也都完了。巴塞隆納踢到十二碼階段，終於找到方法贏波了。我想沒什麼比起互射十二碼分勝負更。